单穿上衣是不是？下身我也是给他一个，我觉得比较年轻一点的短裤。那个心机，你在整他吧？没有，等一下穿出来你就知道。欢迎郭兴哥。你要走下台步啊，就是那种你知道很酷的那种大叔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哦呦，哦呦，啊！你成功了耶，毒枭！可以，毒枭，你不是毒枭，不是，你现在就是一个时尚大师。对，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惜地。